大家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一，股市的确是比较波动的，因为指数早段先高开35点到26870点，等于说这一分钟是创了10月份的高位，可是往后估压一点一点的增加，到最后股市更一步跌到26256点，也创了这个月的低位，那等于说。今天全天的波幅有差不多600多点，也创了10月份最高的指数，当然也是创了10月份最低的指数。到底明天跟后天是怎么样走，这个才是关键。可是有一点应该看得到的，就是指数今天来说，经过一波的下调，已经是跌穿10天跟20天线，那个比较关键了。10天线大概在26647点。20天线大概在26498点，那等于说，要是指数还是反复在十跟20天线以下的话，说真的，从走势方面来看，的确是进一步下寻那个低位的那个机会是比较高的。可是现在看起来，第一，一个月的高低位当然是不可能在同一个交易天之内出现，还有暂时来说，虽然说。今天要出现一个高位，往后再出现一个低位，可是绝对不能说这个是先高后低的，因为一个的高位跟一个有个低位，应该是相差大概5到8个交易天，我们才能看得出来。所以暂时来说，只能说股市是反复而不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指数，因为反复在十跟20天线以下，那等于说整个走势。机会上还是往下行的比较高，可是现在才不过是10月份第五个交易天，到底往后是怎么样走，还是很大很大的那个变数的，尤其是汇丰。当然，要是汇丰能够在年底之前宣布派那个利息的话，股价一定会往上突破44块钱，说不定也到46到48。那等于说，整个股市一定会给拉上去的了。可是，要是说汇丰的利息暂时不能够派送的话，那股价就没有办法了，一定会高台的反复。毕竟从那个27块半上升到最近的高位40块钱，上升了超过50%。投资者市场对汇丰会恢恢复那个派息的，大家都抱着比较大的信心。要是突然之间说暂时不能够派息的话，那市场是会比较失望的。还有就是一众新经济的股份，暂时来说还是在整固不前。当然，从走势方面来看，腾讯还是不错，京东还是不错。可是其他像那个美团点评跟那个阿里巴巴走势就稍微比较偏远一点点。可是相对整个低位上来的话，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中期上升之后一个。正常的消化而已，其他的主要的蓝筹暂时来说，大部分都是在犹豫不动。说真的，以前我提到一点，就是经济要是能够走出最坏的那一刻，那股市一定走在前头的。看起来这个暂时的来说是应该不会改变的了，尤其是大部分的蓝筹已经距离早前的低位是比较远的了，所以就算是在高台有一点反复。最低限度也不用担心明天会下市那个低位还是怎么样。总的来说，股市是有一点点的高台的反复，可是暂时来说问题应该不大的。从那个12月25号的高位27040点开始的回调，暂时来说还是没改变，还是在一个中期上升之后一个正常的消化之中。问题有，可是并不是很大。好了。今天下午的分析就说到这里。